感情的恐怖大家都了解，但是你敢知现在恶性肿瘤排第一名的是哪一种？大肠直肠癌的发生率是排名第二，可是它的个案数是最多的，总共一年在民国100年整年有14000多个人他罹患了大肠癌。看男性的部分，男性也是排名第一8000多个，女性是排名第二。包括前总统李登辉、艺术家李国修等人，都是因为大肠直肠癌影响到身体健康，甚至死亡。但是这种癌症的尽头实在有够多，但会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得到这种病。包括第一个排便习惯的改变，比如说你本来每天都上厕所，最近突然一直拉肚子，拉了两三个月这样子，那可能就不太对。那粪便的形状改变，本来都正常的粗细，那最近突然变得比较细，持续一段时间。那黏液便、血便，那里脊后侧，里脊后侧就是说，想去上厕所，可是好像上不出来。不明原因的腹痛，甚至腹部摸到肿块。看到的状况，阁会予人惊讶，但是看袂出来的，亲像贫血或者是腹肚疼等等，这是予人烦恼的部分。要避免掉癌，医师提出这个建议。饮食的调整、那高脂肪的食物、低纤维的食物会被认为是比较跟这个大肠癌有关系的，所以这方面食物我们或许可以、降低它的摄取量。家族史的病人，那可能你要定期接受筛检，那筛检包括现在国民健康署的补助的一个计划，那你就根据这样的计划，然后做适当的一个筛检。医师表示，若是得到大肠直肠癌，会当和医师讨论，用手术和化疗来进行治疗。最重要的是定期检查和维持好的饮食习惯，才会当减少得癌的机会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